记者李荣平桃园报道，桃园市警局杨梅分局埔顶派出所昨天近午获报，患有失智症的66岁张姓妇人从自家外出后迷途，家人便寻不着。正当员警准备外出寻人时，又接获民众报案，有一妇人受控新屋区九斗里农田镇道的水镇内，副所长陈水松沿水镇寻找，经见大冷天，张妇竟涉水在湍急水镇内行走，赶紧跳下水江，全身湿透，失温颤抖的张父拉上岸边送医。陈水松警员余力行沿着水镇沿线找寻，在水镇旁福德庙旁发现妇人，但妇人不知何故，人竟然就在二楼深的水镇里扶着水镇挡土墙涉水行走。当时水镇水位靠近妇人腰部深，水流湍急，妇人如打滑跌倒，恐立即被水流冲走。两警不断呼叫妇人，但妇人却不断地朝反方向走去。陈水松见情况危急，立即奋不顾身跳下水镇，将妇人一把拉住。妇人也惊慌地抓着远景，幸好现场呼叫声惊动水镇旁民众协助，合力将妇人从水镇中拉出。张父脱离水镇后，全身颤抖不停，惊慌的无法说明为何会在水镇内涉水行走。警方立即通知救护车到场救护，送到医院观察。家属接获通知，妇人平安找到，队员警奋不顾身跳下水镇营救老妇脱困，非常感谢。